哎，起点啊，这么开心，干嘛呢？对啊，我今天发工资了。发工资了？对。这么开心，给你发了多少？给我发了4000，然后我给妈妈转了3000，哇，自己留了1000。哦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领导，所以今天我请你吃好吃的。请我吃好吃的？对。吃好吃的？嗯。哦，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你就告诉我，你说发了工资要请我吃饭。这一晃这么久都过去了，那这顿饭我是非吃不可了，嗯，是这吗？走吧，你跟我走吧。啊？我住的那附近有个宝藏地方。宝藏地方？对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你想吃什么？今天我请客。啊，到了呀。对呀。哇，这个就是我的根据地，每次下班都会过来吃一点东西，然后这儿的东西好吃又实惠。怪不得。你最近脸都圆了。你想吃什么？你随便点。这是五号的吧？啊，那你几个人？请要吃什么？你随便点，一点的我都请吃。哎，子雅，嗯，我怎么闻到一股东西焦了的味道？没有焦呀。这个烧烤没有焦吗？有东西焦了。没有焦。哦哦，可能是我的心焦了，我的心在为你燃烧。叔叔，你又来这一套，赶紧吃啊！是。哎呀，我刚刚吃了一串，我觉得好辣呀。辣吗？对呀、啊，好辣呀。我给你科普一下辣的种类。啊？你还会这个？哎，那我不知道，那你给我科普吧。微辣、中辣，还有特辣，啊、还有我想你辣。啊、你想我了？哎，小姑娘，你太会说了。那吉莲，你知道桃的种类吗？我也给你科普一下，好吗？桃的种类有黄桃、蟠桃、猕猴桃，还有。你别想逃。好香呀。怎么还没好呢？要换汤不少喝。我呀，我打工的。真的呀？对呀。再吃，多吃点。叔叔，我没事。好，你多好吃，你就多吃点，全都是你的。吉莲，你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？记得呀。也就像礼物一样的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但是有一句老话叫做智者不爱河，但是与你难做智者。不愿放弃